你这个行为竟大师。你这样，小小兵的眼镜是不是也长这样？是，那我要把外套脱掉。你今天变成小小兵？小小兵没有头发，你有头发？假发，哎，他有假发，有假发。是显微镜眼镜吗？你需要这个吗？啊，那个会防丢是不是？为什么会防？哦，防丢哦，那你跑步的时候就要戴这个、啊。你就可以掉在。啊，不然你怎么会让它飞出去？前一节课有在电脑教室。哦。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永远挂在脖子上啊，它就不会飞走了。超赞。直接做手术。完美，直接做手术比较快。